层楼，盼着爱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，就算始终失意倒迷，人生已再活古老，存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变错。好，将我窝諗教低讲返几句嘢先。教唔到低嘅。咁啊唯有讲大声啲。咁啊听张母校啊，即係大 L, 喺几时开始听大 L 嘅。1970年代。嗰時我仲住喺黃大仙徙置區，咁就開一架 AM 收音機。後來我哥出咗去做嘢咧，先至買咗一部 cassette 有 AM FM 嘅收音錄音機。嗰時就係、聽下收音機啊。买就算是买 cassette 都是买啲翻版啊，粤佬牌嘅啫。如果熟当时嘅环境，就知道咩叫粤佬牌 cassette 带啊。